We're on our own. It took some time, I know. Now there's no one else around to show you how to be alone. To hold your hands out, no, and no one else is there to break you fall.Draft in every door.历史啊，不是静止的，所有作品都跟着岁月成长变化。现代诗人艾略特讲过一句话，说只要有一件新的好作品出现，历史上所有经典都会跟着动一动。这话非常中肯。你看马奈出现以后，你回看安格尔啊、库尔贝啊，你眼光就会随之一变。然后除了皮卡索呢，你回看塞尚啊、梵高啊，你的眼光又会一变。反过来，你要是看到三五百年前老大师的那些回顾展，你回看今天的目光同样会变。所以这动一动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大都会美术馆就是这么动法。今天啊，我们来讲讲早期现代艺术的老黄历，马蒂斯和皮卡索。论辈分呢，他们和我们的齐白石、黄宾虹几乎同代。齐黄二位呢，被认为是中国最后的文人画家。马蒂斯、皮卡索呢，公认是二十世纪现代艺术的开山祖。但是这一层啊，历史的说法就大不一样。话说十九世纪。马蒂斯是个60后，生于1869年，比生于1881年的80后皮卡索大一轮。他们俩出生的时候啊，印象派还在受苦挨骂。那么到了马蒂斯壮年的时候，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局面不一样，他画画出手大胆，色彩猛烈。比西班牙小子皮卡索前卫的早，出名也早，身边有一帮这个追随者